亚洲进出口最大的化妆品批发市场之一的新发广场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，时间只不过是考验，存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。眼前这个少年还是退出了场面，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。做对的选择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。